所以这个月我们已经进入那个事业，在我们的教会事业是特别供经理圣母玛利亚，然后呢也是传教业，我们特别记得我们的教会是传教的教会，所以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先念圣母经，因父及子的圣神之名。万福玛利亚，你在妇女中受赞颂，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。天主圣母玛利亚，求你现在我们临终时，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，阿门。玛利亚今早自由，为我担起，因父及子的圣神之名，阿门。OK， 晚安。所以我们今天晚上我们看我们开始看我们的信仰的内容。所以今天我们在我们的信经里面哦，我说我信唯一的天主。所以我们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？天主是谁啊？天主是什么？在希伯来文每次在以色列遇到了天主在山上，他说：“你是谁呀？你叫什么名字？”那个天主回答说：“他的名字是亚伯。”在我们看到了呢，这个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他是我们活的天主，不是死亡的天主。我们相信唯一的天主，他有无限的美善。所以呢，所有的好的东西是无限的。OK， 什么意思呢？比方说，他是创造者。创造是什么意思呢？不是发明的。创造是什么？没有东西，然后有一个东西出来，就是创造，从没有东西出来。然后呢，是什么？卓越的。卓越的。然后呢，公义者和维持者，意思就是这个是有关系的，意思就是天主创造了天地万物，然后呢还是关心他的创造的事。因为我可以说哦，我做了这个你们自己复制吧，天主不是这样的，我做了这个，但是呢我还继续关心，我还继续照顾，没有离开，所以呢，供应者和维持者，全能的，什么都可以做，所有的事可以做，但是呢，等一下我们慢慢看哦，因为有一些人，他们觉得这个是有一点矛盾，什么矛盾呢？将来我们开始讨论恶，邪恶。他说：“如果天主是全能的，为什么没有破坏邪恶呢 ？”OK， 将来我们也了解这件事了。然后呢，无所不知，什么都知道。我去了好几个地方，就是我讲这个圣人的故事哦。上方济萨雷斯，上方济萨雷斯，19岁的时候。他遇到了一个危机，关于这件事，他们说他瘦了20公斤，哦，真的减肥呢，瘦了10公斤、20公斤哦，为什么呢？他说天主什么都知道，所以呢，我还在这边，他19岁啊，所以他已经知道到将来我上天堂。还是下地狱，对不对？因为他知道以前的事、现在的事、未来的事，所以他所有的东西知道了。他说：“如果天主知道了，我的生命没有什么意义的了，为什么还有创造了我？但是他知道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一直想，一直想呢。然后
吃不下，睡不着，很熟呢。所以呢，后来其实一直到现在，这个问题我们没有答案。但是他说呢，他有一个，因为他是很乐观的人，他说，万一如果我真的下地狱，没关系，我在地狱的时候，我还继续爱天主。他的解决的方案是这样。所以呢，在教会，在我们的教会呢，这个在天主教会，这个人，我们叫他那个非常乐观的圣人，但是很特别的呢。比方说，如果你们看那个瑞士的历史，他当主教的时候，他被派到 Geneva 的那个他的教区。大部分是基督教，然后呢，不是一般的基督教啊，就是很凶的基督教。他走路的时候呢，有人拿石头打他，就是一拒绝他。但是他是很温柔的人，很有耐心，他没有跟别人辩论，没有跟别人吵架。所以呢，他死亡以前有75,000个基督教。变成天主教，所以这样呢，所以我回到这边呢，他有这个危机。他说：“真的，如果天主什么都知道，所以他知道我会下地狱还是上天堂，没关系，我还是爱他。” OK， 下一个呢？天主是谁呢？天主是仁慈的，还有什么？就是关心我们。怜悯我们，在希伯来文，这个是 rahim， 喏 rahim 什么意思呢？女孩子，你们里面有什么？子宫喏 ，rahim 喏，是在希伯来文是子宫。然后呢，仁慈差不多一样的声音那个词，我们说呢，如果你拿掉女孩子的子宫，不能当妈妈了，对不对？也是一样，你拿掉天主的仁慈，他不是天主了。所以呢，我们说呢，天主的本心是爱仁慈。如果没有了，他不是天主了。所以呢，我们还有呢，天主是真理和爱。还有呢，因为上个礼拜我们讨论就是体验。我们说天主是唯一的天主，三位一体，每一位是真天主。因为有一些人，当然我们没有办法完全了解这件事，因为在我们的信仰，很多人体验过天主是一个天父，一个父亲，天主是一个儿子，就是天主子，耶稣基督，天主是圣神。有一位英国的圣密者，圣密者你们懂吗？就是有非常神秘的体验哦。一个他的名字就是Julian of Norwich 呢。12、13世纪的时代，在欧洲有一个瘟疫，那个时候他所有的亲戚朋友死掉，他就他留下来了，他非常难过。因为他没有家人了，没有朋友了，然后呢，天主显现给他，发生什么事？他看到了天主是一个妈妈，所以他说 ，God is my mother， 很特别的体验啊。他的体验不是天父，不是天主子，不是圣神，他的体验是天主是一个母亲。这是不是问题？当然我们还是说天主是三位一体，但是有一些人体验天主的时候有不一样的体验，可能在他的痛苦当中，那个神秘者，那个 Julian of Norwich 痛苦的时候，他非常需要妈妈的爱，妈妈的关心，所以天主来的时候显现给他就是一个母亲。
他有一句话呢 ，All will be well， 不要担心，将来一切都是变成很好，不要那么多忧虑，不要那么多担心。他说，将来都是变成很好，所以不要那么难过。这个人经过了很大的痛苦 ，OK。所以呢，天主启示了自己和进入了人类的历史。所以呢，这个是在我们的信仰当中，我们可以说特别的。所以我们不是道理。上个礼拜我一直说我们不是道理，就是天主让我们认识他，看到了他，然后呢，进入了我们的历史，所以是真的。No, 是真的，在圣经里面我们会看到什么 ？OK。梅瑟对天主说：“当我到以色列子民那里，向他们说，你们祖先的天主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时，他们必要问我，他叫什么名字？我要回答他们什么呢？”天主向梅瑟说。我是自由者。OK， 等一下，这个是刚才我们看到了希伯来文 Yahweh 的意思就是我是自由者。OK。又说，你要这样对以色列子民说，那自由者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。OK， 所以呢，这样的话呢，在出国记就是圣经的在里面呢，就是我们看到了有人写。有人遇到天主，看到了他，跟他讲话。所以呢，这样的话，我们再说，天主进入了人类的历史，所以不是很抽象、很奥妙的事。天主又对梅瑟说：“你们要这样对以色列子民说，上主，你们祖先的天主，亚伯拉罕的天主。”伊沙格的天主和雅各伯的天主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，这是我的名字，直到永远，这是我的称号，直到万世。 OK， 这个是讲好几个名次呢，所以意思就是有真正的人看到了人是天主，所以不是道理，有一些真正的人看到了他，遇到了他，所以不是发明的。因为这边有一些名词呢，古代的人哦，亚伯拉罕我们知道呢他是谁，以撒格也知道呢，雅各还有什么，还有其他的。哦，所以在历史当中，天主进入了人类的历史。所以呢，后来呢，所以我们看到了圣若望在圣经里面。在新约看到了耶稣基督，他写了一个东西。论到那从起初就有的生命的圣言，就是我们听见过，我们亲眼看见过，瞻仰过，以及我们亲手摸过的生命的圣言，这生命已显示出来，我们看见了，也为他作证。 OK， 所以呢圣若望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呢，最爱的门徒 ，the favorite apostle 呢？你看呢、啊，他是唯一的门徒，没有被杀，他是唯一的，没有人杀他，不是殉道圣人哦。所以他是什么？我们知道的天主，我们知道的耶稣基督，我们的天主，我们听见过，我听到了他讲话。所以不是说很抽象，不是道理。他说我看见过，我看到了他，瞻仰过，摸过，我摸到他。所以不是我们的天主，不是说在圣经里面才可以知道呢，不是，可以摸，可以看，可以听。我希望每一个人。有这样的体验哦，如果我们的眼睛是很纯洁的眼睛哦，我们会看到天主。我们知道呢，有的时候呢，我们说呢，因为
从上个礼拜我们一直谈，一直讲体验 experience。 可能有的时候呢，我们现代的人的问题是什么呢？我们麻木了。什么意思？可能天就在我的旁边，没有看到。可能天就跟我讲话，没有听见。我们麻木了。可能天就摸我的手，没有感觉。是我们人的问题。天就摸我的手，不可能。平常我们是这样，因为我们说呢，这个是我们要真的要反省呢，很多东西在我们的生活中是真的，但是没有办法完全了解，没有办法解释。我常常说呢，很多东西可以感觉到，比方说爱可以感觉，但是没有办法，可以看到爱吗？没有看，没办法看到呢。两个人彼此相爱可以看到，但是爱没办法看到呢。喜乐、快乐可以看到吗？没有。但是你会感觉到，就是很你看到了一个很快乐的人，所以快乐是真的。所以一样呢，若望告诉我们呢，很多东西包括天就是真的。所以不要否认没有这样的事。可能我只有我们的问题就是我们否认我们的感觉。我在香港大学念北京话，然后以前我在香港大学开始的时候北京话，然后呢我的同学都是欧洲人，从法国、丹麦、英国、美国，他们知道我是神父呢，他们都是比我年轻，他们不想谈宗教的事，他们不喜欢。为什么呢？他们说我们不要讲这件事，不方便， too private， 就是如果我们谈宗教信仰，就是不要讲呢。但是不能说没有，有啊， OK。 所以呢，今天我们看到了呢，提醒我们，我们信唯一的天主。因为我们信唯一的天主呢，所以呢会发生一件事呢，因为我知道，我承认有天主呢，所以呢我们也说我有灵魂。古代的时候，有古代的希腊的哲学家，他们两个人都同意说人有自己的灵魂，所以每一个人需要一个灵修生活。有天主，然后我知道我有灵魂，我看到了我的肉体，但是呢里面有看不到的东西，但是我知道有灵魂。所以呢，如果有这样的事呢，我们下一个问题呢，灵修是什么？从拉丁文 spiritualitas， 跟灵魂、精神和上主深深的关系，所以我们可以说灵修是精神和灵魂的本性，灵修也是内心对道的法律和道德观的态度。这个是上主深深的关系，因为有天主，我有灵魂，所以呢，这样的话有关系。我承认我有灵魂啊，然后我承认有唯一的天主，所以我的灵魂跟他有什么关系呢？我不太清楚，但是我知道，因为有关系的话呢，所以呢，这个是灵修。OK， 所以呢，如果我说，如果我的灵魂开始跟上主、跟神圣有关系呢，我开始有灵修。我的灵魂跟天主有关系，所以我开始有灵修。所以我们有灵修生活，所以我们有两个生活，肉体的生活跟灵修生活，所以我们要照顾两个自己的生命的部分，我们照顾我们的身体的健康，
我们也照顾里面的灵魂。可能我的肉体很健康，但是呢，可能我的灵魂不健康。我的心里面，我的灵魂不健康，所以照顾两个部分。所以我们说有灵修功夫，我们身体要 exercise， 有锻什么练，但是呢，我们的灵魂也有需要 exercise。所以我们说有灵修功夫，灵修生活有几个条件，什么条件呢？相信人的精神和灵魂的存在。我相信我有里面的精神跟灵魂的存在，这个是我们的科学医学一直到现在没有办法完全了解，可能现在有进步一点。比如说有人他们的死亡 的原因是什么？Broken hearted， 心脏病，不是心脏病啊，心碎，对啊，心碎而死，就是 broken heart， 有这样的失望呢，对不对？当然没有血啊，没有血，但是有啊，有一些人他们死亡的原因是嫉妒，但是意思就是呢，我们的生命，我们发现有一部分看不到。但是我们知道有啊，然后影响到我个人的生活。比方说我很难过的时候，那个难过从哪里来的？我的心理有问题。所以呢，这样呢，相信人的精神和灵魂的存在，还有呢，相信天主和神圣的存在。所以呢，这个时候天主跟我的灵魂有关系，所以呢，有灵修生活，承认生活有道德法律、道德价值。简单来说，有医学可以解释我们身体的动作，我们的肌肉的状况，但是呢，我们里面灵魂又有一些动作。我们应该了解什么成长，什么破坏，所以有一些灵修的规定。这样的话，我的肉体跟我的里面的灵修两个很健康。因为刚才我说，可能我的身体肉体很健康，但是心里面不健康，所以我的整个身体不健康，整个生活不健康，很难解释呢，很难了解，但是我们知道是有。一直到现在呢，医学一直研究这个心里面的事跟我们的肉体的关系。我当修士的时候，我在一个学校服务呢，那个时候很忙很累，然后呢，跟很多人发生冲突。然后呢，我常常感冒，生病了。然后呢，有一个修士跟我讲：“简安德，我们发现你常常生病啊，咳嗽、感冒。”我说：“对啊，我已经看了医生好几次了。”他说：“我觉得你还没有看一件事。”他说：“什么？你还没有办高洁？”心里面很多问题啊，所以意思就是呢，我们的身体跟里面心里的人灵魂也有状况，可能我们没有按照那个道德的概念，所以我们的心理有问题。 OK， 我一直注意我的身体，但是我有没有注意我的心里面的事，我的灵魂？上方济沙雷士他有一个建议，他说你保持很快乐的生活。如果你保持很快乐的生活呢，你比较会过很健康的生活。比如说我读那个 clinical pastoral education 就是怎么拜访病人你拜访病人的时候不要讲很多负面的事。比方说我生病的时候很多人跟我讲负面的事但是神父
你瘦了，神父，你的头发掉了，神父，我已经生病了，为什么你还跟我讲这个是更难过的事？我已经很难过了，你，喏，是不好喏，所以我们应该给他一点鼓励跟很什么，很快乐的话，喏，意思就是你影响到我内在的部分。哦，你印象到内在的部分。OK， 有一个道明会的神父 Father Jorman Alman， 他讲什么？领袖是宗教和伦理的价值观念，这个观念影响到人的生活，整个人的生活，不是他的身体而已，人的行动。我们没有讲一个特定的宗教信仰，假如一个人相信某一个神，然后他的生活按照他的道理，我们可以说这个人有灵兽生活。所以呢，我们说这样的话，我们可以说有佛教的灵修，有台人的灵修，穆斯林回教的灵修，还有其他的宗教的基督徒的灵修。意思就是我跟天主有关系，然后呢，这个关系呢，影响到我整个生活的事。OK， 所以我怎么对待别人，我跟别人的关系，我自己的关系，我的行动、工作方面、娱乐方面，那所有的东西影响到我的生活。所以有的时候呢，这个是。如果我渐渐的有灵兽生活，应该是这样。应该我们大部分所有的人有灵兽生活，但是我们没有那么认真，所以有的时候一般一般。我是一般基督徒，一般没有宗教信仰，因为我不喜欢我的灵兽影响到我所有的生活。有的时候我们这样，因为可能不方便。有一点冲突，no?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让我们的灵修生活发展进步。我知道我应该做这个，但是我不想，我不喜欢。OK， 所以呢，因为我开始信天主，所以呢，我有灵修。所以这样的话，我变成基督徒，灵修是什么呢？这种是一种生活的方式。被神圣引导，有耶稣福音的灵感，那个耶稣基督的福音改变我的生活，然后呢，一种体验影响到全部的生活的行动。比方说你看啊，有一些人影响到他们的吃东西，对不对？简单的习惯影响到他们关切的方式。No? 如果我有这样的灵修，影响到我关切的方式，影响到我跟别人的关系，所以这样的话，因为是一种体验，是变成一个行动，影响到全部的生活的行动，具体生活的方式，不是抽象的理论，所以不是一个道理，是一个具体的生活的方式，所以你们知道吗？如果我们是真正的基督徒，还是真正的回教，真正的佛教，然后我们真正的有这种宗教信仰的领袖，别人会看到。但是有的时候我们是一般一般，看不清楚。所以我们说领袖，有具体的生活的方式，你看到了，这个人是佛教，这个人是天主教，这个人是基督教，这个人是回教，这个人是犹太人，犹太教徒，因为按照人的领袖，有真的有具体的生活的方式。我们有三个基本的关系 ，OK， 特别在领袖方面，我们看到那个关系，跟别人的关系。跟天主的关系，跟自己的关系，
即使我回到，我常常回到这个圣人，他推动一种啊，他们说啊，关系的领袖。你怎么知道你的领袖是好的还是不好的？你看你所有的人的关系，很简单。No? 他说不要看其他的东西了，他说你看你跟别人的关系。所以比方说他说你自己问你跟爸爸的妈妈的关系怎样。所以我们的就是我的领袖看我的关系。比方说我上班的时候我跟同事我的关系怎么样。No?好的还是不会，不能说，我们中国人、亚洲人很客气的，你的关系怎么样？平常我们的答案是，还好，还好什么意思 ？No 啊，差不多，差不多什么意思 ？No 意思就是，如果我们将关系好的还是不好的，假如我们的领袖是真的，我们会让天主影响到这些关系，我们会让耶稣基督的福音。的精神帮助我们的关系成长。你怎么对待别人？你怎么跟别人互动？所以只有两个答案：你的关系是好的还是不好的？我的关系按照我的领袖生活。所以呢，现在呢，我们看那个格林托人签书，有很多种领袖吗？虽有区别，却是同一的圣神所事；职分虽有区别，却是同一的主所事；功效虽有区别，却是同一的天主在一切人身上行一切事。圣神显示在每人身上虽不同，但全是为了人的好处。这人从圣神蒙受了智慧的言语。另一人却由同一圣神蒙受了知识的言语，有人在同一圣神内蒙受了信心，另有人在同一圣神内却蒙受了治病的奇恩，有的能行奇迹，有的能说先知话，有的能辨别神恩，有的能说各种语言，有的能解释语言。可是这一切都是这唯一而同一的圣神所行的，随他的心愿，个别分配与人。OK， 这个是像保罗告诉我们哦，如果我开始信天主，所以呢，我有灵魂，我该开始跟天主有关系。然后呢，因为我跟天主有关系，我跟神圣有关系，所以呢，圣神。给我特别的恩赐，给我特别的力量，这个是真的。我有一个神父呢，他的名字是 Father de Grandis 呢，他说我们基督徒好可惜，为什么呢？每一个人得到特别的神恩，但是呢，我们没有发现，可能我们没有努力在身上。天主到底给我什么能力？比方说，天主给你安慰的神恩，你会安慰别人。No? 比方说，天主给你开玩笑的神恩，所以你很会笑。No? 比方说，天主给你治病的神恩，所以你可以医治病人。No? 所以你看呢，智慧的言语， No? 还有什么？治病。还有什么？信奇迹。说先知话。OK， 还有辨别神恩。说各种。OK， 讲很多语言，然后呢？能解释语言。OK， 喏、no? ，但是呢，像保罗告诉我们哦，其实这个是都是很重要，但是有一个神恩是最重要的，爱别人的神恩。他说，如果你都有这个，但是你的心根本没有爱。没有用 ，no， 没有用，因为这个神恩不是为了我，是天主给我，所以我可以跟别人分享。
所以这个是我的领袖，我跟天主有关系，然后天主给我那个神恩，帮助我成长。因为帮助我成长，所以帮助我们的团体，我们的教会成长。但是呢，刚才我说好可惜，很多人没有发现他们自己的神恩。如果我们看两三百年的教会的历史，这个是不是我讲的、有很多天主教的专业的人一次研究我们的两三百年的圣人，他们说包世高神父是非常特别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天主给他很多神恩，然后大部分他发现的，天主给他很多能力，然后他自己发现，所以他会用。我们拿到，但是我们不知道，就是好可惜，浪费，浪费天主给我的神恩，好可惜。所以这个是按照我们的领袖生活，希望我们慢慢知道我们的神恩。所以呢，我们可以说有不同的精神，有不同的领袖，但是呢，他们的根源只有一个，就是天主。OK， 所以这样。然后呢，如果我有领袖，我有很活跃、很活泼的领袖。圣神，我们看到了，我们有两个方法查明神圣的本性，从他的果实，从他的符号。所以呢，如果我真的有很好的领袖，别人看到了什么？我是很有爱心的人，有喜乐，有平安，慷慨，重视，温和，耐心，善良，戒指。好的领袖不能骗。如果我有真的好的领袖，应该不能说100%看到这个呢。我有好的领袖，你看到了这个，这个不能骗，不能假装。所以为什么呢？在我们的生活中，我开始信天主，我很努力做领袖功夫。因为那个领袖功夫让我就是这个东西在我的生活中出来。OK， 当然我们说呢，在每一个人可能有一个美德很清楚会出现比较强。OK， 所以在今天晚上呢，我可以想想呢，真的如果我很努力当一个基督徒，然后我一直就是让我的领袖生活进步成长，这个是应该，这个是慢慢出现，不然的话我们是假的。还是一般一般，不能，这个不能骗。所以比方说呢，比方说我们回到这边，这个是下个礼拜我们的新的圣人。如果有一个人死了，然后呢，我们可以说，这个是可以当圣人。罗马的第一个问题就是，他的美德是什么？他的美德，他的很强、很清楚的美德是什么？不是说他很有名，因为他是很多人喜欢他，所以可以当圣人，不是。我们看有没有爱，有没有喜乐，就是看到底这个人有啊。比如说包世高神父呢，他死了以后，我们在罗马申请，就是100年以前，包世高神父圣罗马包世可不可以当圣人呢？有一个枢机主教他说不行，他不能当圣人。很多人说为什么？因为在他的生活中他没有祈祷，他很少祈祷，即使是真的。因为我们神父呢，我们神父有热可金，对不对？
就是每天要念那个日课经。他去罗马跟教宗申请，教宗可不可以你给我一个宽面，我不需要念日课经。然后呢，教宗给他这个宽面，因为他说教宗我很忙啊，我没有时间。所以呢，那个他试了以后，他说这个怎么可以当圣人呢？no， 很少祈祷。但是呢，有另外一个书记说，没错。但是呢，他每天整天的生活是一个祈祷，他的行动是一个祈祷。OK， 然后呢，如果我有很活跃的灵兽生活，有深深的果实，消灭这些东西。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些心理的毛病，所以呢，我们说，如果我有很好的灵兽生活，有一些东西在我的心里面应该慢慢怎么讲 ，erase 我的知识应该越来越少。还有什么？他忧虑哦，就是担心很多东西，害怕那么多东西，骄傲自大，变少，贪婪贪心，哦，以前你很贪心，因为你的你变成慢慢很好的基督徒，所以你不会贪心了。然后呢，厌恶，很喜欢什么？很宝贵很贵的东西 no， 你还没有当基督徒，你的包包是 LV， 然后呢，你变成基督徒，你的包包是什么？是塑胶袋。no？ 因为你变成很简单的人，以前你喜欢都是宝贵的很名牌的东西，因为他们的价值观慢慢改变，以前你的价值观都是东西，后来你变成一个基督徒，你的价值观会改变。还有什么？不够用心，所以变成很认真很用心的人，因为你开始有爱心。还有呢，羞耻什么 no， 跟贪心贪婪有一点关系呢，就是什么都熟什么都熟，有条件的爱，你的灵修一直进步，你的爱越来越没有条件的了。意思就是呢，可能你很穷没有关系啊，可能你是这样的人没有关系呢，就是比较没有条件的了。我关心每一个人，比方说我叫那个青年牧民课，我叫我们的修商青年牧民课，就是对年轻人怎么做牧灵工作，我告诉他们呢，你们小心，因为你们在牧灵工作的时候关心年轻人，我们有一个很大的诱惑。什么诱惑呢？我们比较喜欢关心照顾比较可爱很干净很帅很漂亮的年轻人，但是如果年轻人就是不是那么帅不是那么漂亮，可能他的衣服有一点不好看，我们不喜欢他们，所以这个是不对，应该是所有的一样。还有呢，有一些事对着深深的果实 OK， 恐惧，怕很多事情危险痛苦等等，这个情况有不同的表现哦。所以呢，比方说如果我们真的一样哦，刚才我如果我们的灵修生活，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越来越进步，希望应该是这个慢慢被毁灭，惧怕 dread， 恐害怕恐惧症，还有呢 guilt complex， 就是一直想以前的做不对的事，已经过了就过了。然后呢什么？自卑感。自卑感，我认识很多人是这样，
哦，我不可以做，我不行。然后呢，打恐慌 panic， 哦，所以有很多心理的问题。如果我的灵修越来越进步，真的哦，因为圣神给我力量，那个心理的问题越来越少，越来越少。我信天主的时候呢，我开始跟天主有密切的关系呢，我开始有灵修上哦。圣神如果真的很我很认真啊，因为这个是不是 automatic， 如果我很认真的话，就是那个心理的问题，心理的毛病慢慢变少，慢慢变少。 OK， 我们的灵修的路呢，我上个礼拜我们看到了觉醒，就是我醒过来的时候呢，我开始进入那个洁净路。今天我们看这个呢，我开始当教友的时候呢，我开始信天主的时候，在我的生活中会发生什么事。所以今天你们会知道，会了解。所以如果你们遇到这个状况呢，多多少少我会知道为什么有这样。OK， 所以呢，如果我醒过来觉醒，我开始信天主，发生什么事？所以我的灵修的路，进化和洁净路，第一段都是道德结合。所以呢，我按照一个道德的概念，这个最重要的地点，而且最失败的部分。如果我开始信天主，然后呢，我也开始，可能我不太认识天主，没关系，但是我开始信天主。No， 发生什么事呢？我觉得我自己开始改进，因为我慢慢改进了，我可能没有那么明显，但是我发现我的生活中有一点改变的了，会进步。灵修成长很复杂，我发现我的灵修真的，为什么可以做这个？为什么不能做这个？为什么这个行？为什么这个不行？很复杂，我不懂啊。No？ 所以心里面很挣扎。开始一直一直以前心里的受伤。以前我有很多心里的受伤呢，可能我小孩子的时候呢，我遇到一个不好的经验了，在家里我常常被骂，我常常被打，我被拒绝，所以这个是心理的受伤。我开始当基督徒，我开始信天主，这个开始抑制这个受伤，慢慢变少。但是呢，开始有新的心理的受伤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可能是我当基督徒，我开始信天，很多人拒绝我，很多人不能接受我，很多人没有办法认同我的新的生活的方式，所以受伤的。No， 就是这样，这有一点难过，因为这个是有一点矛盾哦。你开始当好人，很多人开始不喜欢你。比方说呢，我开始当神父的时候呢，我的妈妈骂我，她说：“为什么你变成不一样？”因为我告诉我的妈妈呢，妈妈，我已经变成 public property， 我还是你的儿子，但是现在呢，我变成公用的人 ，public property。因为有的时候他不开心了，他说：“为什么如果我们有家里的重要的事，很大的店里，你没有办法，平常你没有办法来。”我说很希望真的很希望可以来，但是有的时候真的没有办法。这个是 you are a public property， 喏，这个是我们说一个代价，所以呢。有一点心理的受伤，你开始当你变成有责任感，你变成好好的负责你的生活，你会放弃很多东西。
所以有的时候呢，有信力的手上，自我中心越来越少啊。这个是以前我只有看自己，现在呢，我开始注意跟注意别人。No? 所以我们说我的 ego， 以前我的 ego 很强，我看自己而已，现在我开始看别人。充满天主的力量，同时觉得非常无助的，很矛盾哦。你觉得很有力量，但是也一方面是没有力气，都没有力量。越来越痛恨罪，我看到以前比较容易犯罪，现在呢，我还是会犯罪，但是我比较清楚看的了。以前我很容易犯罪，你不会想。现在我犯罪的时候比较我有感觉了，不好的感觉。以前的诱惑和坏习惯再来，因为这个是诱惑，然后比较清楚。痛苦和愉快，美德和罪，信和不信混在一起，所以很挣扎呢。有的时候我很痛苦，有的时候很快乐，有的时候美德，有的时候很罪呢。No? 所以有的时候很闷、no? 你开始当基督徒很闷。比方说 no? 我开始当修士的时候 no? 每天我们穿白色的长白衣 no? 我们都是很纯洁的人、no? 但是过了三个月我很痛苦、no? No? 因为以前很容易当一个天使 no? 后来三个月以后你发现当天使不简单No? No? 然后呢，那个时候我们的修言的规定啊，第一年你当修士的时候呢，穿长白衣，第一年你不能送到洗衣房你的长白衣，你自己洗。为什么呢？一种训练，所以你很小心弄脏你的衣服，因为你自己洗啊。如果你习惯了 ，OK， 你可以送到洗衣服的人。但是第一年你不能送给别人，因为如果你自己洗啊，就是你很小心，对不对？对啊 ，no。所以这样一样 ，no， 有痛苦很快乐 ，no， 有美的有罪有幸福混在一起 ，no， 很难 ，no。所以我们的心。发生什么事？一直在增加，很复杂哦，好像北拉那边哦。我的生活真正的按照耶稣基督的福音吗？这个问题有两个部分，我可以接受责任，可能努力做，可能我会说，我完全接受 ，OK， 没问题，啊。我信天主，天主给我这样的生活，努力改进，我完全接受。但是有一些人怎么讲呢？大概我可以做，大概 ，maybe， 喏、no? ，这是很客气的话呢。明天你要来不来跟我们一起吃饭？我试试看。意思就是不会，我不会来，就是试试看呢、啊，喏、no? ，因为我们很客气呢。明天我们吃饭吧。我试试看，这样意思就是我不会来 ，no， 试试看 ，no， 还是我尽量做。很多人回答是这样，我尽量做。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所以呢，普通的问题是什么？合理化、反理智化 ，rationalization in intellectualism， 就是我们一直讲理由 ，no， 为什么？已经八年了，你没有办告解，因为很忙啊 ，no， 很忙，没有时间 ，no， 所以我问他，你有没有玩电脑？有啊，你有没有去国外玩？有啊，哦，你那么多时间啊，为什么你说五分钟的办告解没有时间？很忙啊，就是这样，所以当教友需要努力，一直努力。不要懒惰，不要懒散。我们人性堕落的人性的问题就是，我们会放下
放轻松，但是我们开始放轻松的时候，越来慢慢退步的了，跟锻炼身体一样哦，就是比方说每天，我年轻的时候呢，我常常跑啊，常常打球哦，然后呢，如果比方说两个礼拜你休息，你在做的时候啊，很痛哦，所以一直努力，所以不会退步。哦，所以我们的灵修也是这样哦。如果你放下很轻松，不要做了，你重新开始的时候又难。OK， 所以呢，今天我们再念一篇圣母经啊，我们回家的时候呢，我们求圣母玛利亚陪伴我们，给我们很好的晚上。因父及子的圣神之名，阿门。万福玛利亚，你充满圣宠，主与你同在，你在妇女同受赞颂，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。天主圣母玛利亚，求你现在我们临终时，为我们罪人祈求，天主，阿门。玛利亚今朝之友，因父及子的圣神之名，阿门。晚安，谢谢。